您等着，方便把这一笔行囊交给我。恭喜，别再说了，本来是要趁这次记者会啊，把陈文彬这几年违法的事情都压压出来，不知道他是为何会得到消息。既然跟张世邦做伙赶过来，把记者会都破坏了了，那你准备的资料都没录音了？也不是完全没录音的，我应该新闻稿都交给媒体了，而且当事会当事每一人都一份，过两天啊，就是当事会啊，就算现在张文彬想要跳下淡水河洗河清气，也已经不好啊。那你跳起来，你也是代志目的啊？杰森啊，这次可以拿到张文彬违法建国，都是你的功劳。虽然说记者会不是很圆满，不过要让张文彬下台，应该是没问题。我应该好好给你奖励一下。啊，这么无限了。问题就是我应该做的，因为咱是一个会啊。问题是，在记者会顶端，张文彬见小灯生气，将咱两个人的代志拢牵连落，跟我讲我。美苏是一个樱花水性的女性，为名声，鬼拢给拍牌了了。哎呀，红梅啊，遐八卦新闻啊，你能慢放在心内啊？咱拢是听听笑笑都放袂起啊。鬼再讲，女人不坏，男人不爱嘛，对吧？唔，那是记者会，阿哥有拄只。你是讲江美官，阿哥张崇辉找你找麻烦的代志是吧？啊？这点啊，你就更加不用烦恼啊。张崇辉的目标是张文彬。当年张文彬啊，霸占世界三千顷的土地，害母阿囝破产，所以张崇辉当然要给阿姐好好教示一下。哼，我看这张文彬啊，真紧就落座啊，我真有信心，当选的那天，咱一定会赢。我是今日当事会迄天，张文彬会抓狂，会将因哥哥过身的真相规拢压压出来。你放心啦，迄拢是足够足够正经的代志啊。而且你嘛讲，因无任何证据通指证你啊。哎，红梅，奇怪呢，啊？你当初这么勇敢，靠你家己一个人就把张文彬伊哥哥的呼吸器给摕掉，那即马变到这么无胆啦？你讲啥？我妈咪当当你把阿伯呼吸器摕掉，讲海事，我够听唔到啊！你当然嘛无听唔到，你妈妈顶届嘛差点把张文彬伊呼吸器摕掉，那是成功啊！咱今仔日都唔免坐这烦恼啊！啊？哎、欸，你讲起来好没啊？你唔那是甲张文彬冤仇啊？我看你甲这呼吸器嘛冤仇啊，看一个替一个哦。你是讲啥呀？你这些面头前是在乌白讲啥？哎呀，我是在讲生笑，你是惊啥啦？哈？杰森是咱的亲生后生，敢讲也出卖咱啦？杰森，我跟你讲，你无听唔对，你的阿伯伊唔对。是张文彬的哥哥，就是被恁妈妈害死。应该是讲啊，恁妈妈替解脱了，让伊早死早超生。这是杀人罪嘞！你哪会当讲我这轻松啊？死队友啊，不是死病毒啊！敢讲我乖替我死对头，张文彬的哥哥做法事啊？杰森，你听妈咪讲。不是我要去杀人，是张文彬伊逼我安尼做的。我只是听伊的命令，勉强去做的。安尼你都知影，我跟你的身躯比遐尼侪年，我心内是我尔痛苦。张文彬
为着要让伊的手无拉撒，伊就利用我去做一寡袂去情的代志，甚至是违法的代志。所以，我这边一定要将伊小鬼仔他拆了，让大家知影，真正的背后大歹人是赵文斌。妈咪，我真正不知道要怎么说你啊。其实啊，趁今天这个机会啊，把这个事情压压出来，这样也好啦。啊，现在张崇辉是很怨恨赵文斌的啦。当初的时候，就算不投降，也绝对不可能投降台新八百万寿人。那呢，咱两个股份加加起来，再加上支持咱的股东，绝对是比赵文斌还有杨顺慈的更加多。那呢，到时阵啊，百福的领导人就要换人走了。红梅，唔对，我应该叫你陈总裁唔对了，啊？安尼你欢喜无？卡出代志，那真正参照你讲的这样顺利，我当然嘛欢喜。啊，唔过啊，唔过啥啦？你到即马阁我都相信我是无？所有代志我拢替你处理好势，你唔免烦恼，啊？我即马就要离开去西园区换一个衫嘞，顺续订一个餐厅，等着暗时咱做伙食饭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嗯，杰森，你即马是在想啥？我要去做的，是赵文斌伊逼我的。你莫阁骗啊！伊无骗你，伊嘛无骗你，骗人的人是你，是你欺骗伊感情。你甲别人的囡仔带去伊的厝，你阁叫伊斗是别人的囝。阿伯，我会用安怎？当当年，我为着要替鲁比的爸爸害羞，我走去调动做妈妈桑。我为着巴肚内的你，我只好带文斌回去新加坡。我为着你，放弃鲁比，为着你。牺牲遐尼济，你即马凭啥物用这种口气来质问我？难道你是老变态人？我唔相信这是赵总裁爱你安尼做诶。是我，是我家己要安尼做诶。因为咱已经无退路啊！等到你，我派着巴肚内的你，带文斌回去新加坡，为着就是要让咱母仔仔未来有好的日子通过。我无法度接受，因为有人出现。要来甲文斌抢接班人，安尼我所付出、所牺牲的一切，都拢乌有去啊！杰森，妈咪所做一切，拢是为了你。莫甲讲你，就是为我，
主头哥们，我老婆要求你来做。